不要剪玻璃。嗯嗯来兄弟们，其实这个高海拔就不长时间。你抬试试啊！啊，那不好过吗？你要说你有反应，人都有反应，对吧？这又为啥？不是的，走在那个人行道过大车。啊？你走在人行道过大车？人行道不用坐大车吗？他妈的，右转的车辆你不用看吗？不是，我看人家在上面。是吧，梁妹，你是不是输了？这怎么不怪你啊？多少个鸡蛋啊？鸡蛋太多了。今天几个人上班？他不吃牛鞭，谁不吃牛鞭？太贵了，吃不起了。你想半天，我以前卖过海鲜，8块钱一斤。气门坏了吗？你看你吃饺子呀，谦虚一点啊，少一点。我这条件多好啊，又烤不上又烤不上。这个是碳烤猪皮。先让他坐吧，不用，一会儿直接就碳烤一下，扔进直接碳烤，烤完直接吃。咋你去把这个油还要从上去。我靠，这猪皮烤了，哎呦，还挺 Q 弹啊！真他妈香！我也不吃，那狗4000、4000万，你不给点绿素？你先喂它什么好吃？放这吧，火腿肠它吃。哦，走了，这么多，放切了。你那都吃吧，吃光了你就没了。肚皮真美食。现在我要吃烧的韭菜，我西藏的云彩是真的吗？低啊，那肯定这里是云。我操！那他妈的烧的那个！你都不把它洗一下吗？那就掉地了。你手脏，你没看到？是吗，老大？那叫你摸一下，你笑吧！我操！对呀，又不是。又不是没摸过是吧，孩子？这叫两瓶啊，有香醋有陈醋。多包点事儿啊！那个豆芽菜里面塞肉丝那个。你这人真是马。哎呀！
韭菜味不好闻啊。那个，谁把这个脚给弄起来？我把绳子拉紧来，小吧。你不是睡觉吗？我靠！大哥，你这样赶紧啊，都出去。天天走吧。那他睡过了头，天亮了，我们吃饱了。喂，一个更凉，更香。几秒钟的时间。是，你要指定一个人，真的是很。陆阳，陆阳，就靠自己。别修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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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急别慌，旅游哥哥正在路上。晚上都不叫，真是白天不住都叫。还素的吗？素的，客气。嗯，由远到近还由近到远，很自在重啊。哎，慌了。由远到近的客气，由近到远的客气。没事，你呀，你包的竟然比我包的还沉。对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前面是开包嘛。哎呀，还有人包了你，你包。呀呀。你刚才围着两个狗干什么？没事，他们不吃。吃，你那个本来就不吃别的东西，你还多吃点，多喂了他。隔壁素的什么东西啊？土豆炖牛肉。是剩下的。土豆炖肉不是牛肉。对啊。是剩下的吗？嗯。给狗吃。没看到呀。嗯。那个，我靠，那个。过来。今天没到，带红包，正常的。哎呀，你逗不到我的雷老师。过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凯，今天是8月28号，现在咱们今天没有出发啊，还在拉萨市的滨河体育公园，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了啊，咱们今天是包了饺子，这是四川。对，放心，我要带着二麦回家去了。这四川的美女大厨炒的菜，等等，这个是小炒肉，尖椒炒肉，凉拌豆皮儿。特别特别棒、啊、到时候来喝喜酒啊，这个是猪皮调来猪皮、哦、这个怎么打开啊，口酒瓶哈吃哈吃土豆怎么地还是没到，你到他没事，你到好，我不就杀你大爷的人，欢迎山东志国626，我就是6月26生的志国。对对对，秦柱，不是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你该给咱们家大妹子支持，还得支持她，知道吧？我和她棒毛都算不进去，都算不上。如果算棒毛的话是没有，一毛的话应该是有啊，因为棒毛的话它挖不掉。这包饺的饺子，我嫂子包的。大哥，你少喝点，会上头。对，阿姨，我还能控制得住啊，还能控制得住，也就跟你们开开玩笑啊。嗯，别说柜子啊，嗯，都是卡，现在不卡了，哥哥，现在不卡了啊。啊对对，大哥你忙上啊，我这边还有。欢迎加入啊，咱们家没点关注的吗？就点关注，点了关注我请你们吃饺子，我嫂子包的。你们不点关注的，我也请你们吃啊，你们看看我吃。家旺通讯宽带装免费装手机免费来，老弟来了，又卡了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长久哥，古有秦琼卖马，今有二哥你啊，